建豪在新专辑中又唱又跳，挑战乐坛史上超忙碌的跳舞。对跳舞已有一番研究的吴建豪，跳起这支舞还是直呼很有难度。就真的，我那段时间六个月之前都一直在拍戏，然后比较少跳舞，所以一进去的时候哇，好累哦。可是到最后跟上了，然后也抓到了，然后就真的越来越舒服。这阵子对吴建豪可说是蜡烛两头烧，除了忙于新专辑的筹备，还要拍摄偶像剧，但吴建豪可说是甘之如饴。真的没有停过，然后可是我觉得不会说很累，就是会很兴奋，然后很期待，然后在这当中呢，没有那个时间去想那么多，只是觉得说哇，终于可以做到这张专辑，终于可以开始在舞台上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碰面，然后跟所有的歌迷一起互动，就觉得很兴奋，然后不会想到其他的事情。嘴甜的吴建豪把粉丝的爱放在心中，要用戏剧音乐作品回馈给一路以来支持的歌迷朋友们。